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帮忙，来找我。如果书上有任何问题，也可以来找我。我们的大王想见你，我不想浪费他的时间，不必相见了。你居然不把他放在眼里。他明明可以叱咤风云，却选择了韬光养晦，我对他倒是很佩服。 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中视逆龄奇迹 Dr. Wu 风中奇缘。